哎，60步，他们比咱们远多了。他们的功夫不如咱们。嘿，咱们就这样被赶了出来，气死我了！几位前辈就这样把咱们扫地出门了。哎，师傅教了咱们这么多年功夫，可咱们用了全部精力，竟然连几位前辈的身子都挨不到。打不到倒也罢了，可轻轻一出手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咱们打倒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？啊？哎，我没有受伤啊。对呀，不但没有受伤，你这么一说啊，我还感觉特别轻松了，这几天的疲惫也都没有了。我们和几位打了这么久，身上居然一点伤也没受，而且被打过的地方好像说扫过灰尘一般的清爽。由此可见，前辈的功夫造诣非同一般呢。对呀，咱们的医生被打伤了，可人却一点事情没有。哎，你们跟我说说，几位前辈都长什么模样？哎，是不是跟庙里的18罗汉长得一样？你少插话，我们输了心里烦着呢。前辈的功夫如此神通，真是天外有天呐。师父是让咱们来夺剑的，咱们夺不了剑，夺不了剑就回不了寺。哎，既然你们夺不了剑，哎，那有没有办法偷啊？哎，这个我最在行了。梅兄弟，不能胡说八道啊，夺一偷能一样吗？那种不耻之事咱们不能干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还想偷？师父让咱们夺剑，可没说什么时候夺到，也没规定只能夺一回。那咱们就直到夺到手为止。只要咱们勤修武功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哎，大家收拾一下，赶紧把师父教的功夫赶紧练习一下。前辈，这么大的石头你一下子就给打碎了，你有绝世武功啊？那是当然了。真厉害，真厉害。你再看那边。这箭都是你射的？那还用说？这么硬的石头都能射得进去，还射得这么准。小兄弟，你知道什么叫江湖？江湖什么样的英雄没有啊？那你也是来夺剑的？那还用说？
不是，我已经看破红尘，不要说一把菩提剑，就是再贵重的东西，我也不感兴趣了。嘿嘿嘿嘿，怕！怕！慢点。那您在这儿做什么呀？哎，不瞒你说，我来这里是想找个徒弟，啊，将我满身的绝招都传授给他。哼！哎，我还得给你们这些不争气的师兄们准备饭。师兄，开饭啦！二师兄，师父真要咱们夺剑吗？不要说几天，就是几年，咱们也打不过几位前辈。他们的功夫不是一两天练成的，打不过他们，我们就不回少林寺了。其实师父让咱们夺剑是其次，主要是要考验咱们。对，二师兄说的没错。师父是让咱们在夺剑的过程中，不断的督促自己长进功夫，提高功夫，才是此次夺剑的主要目的。我也想这样把功夫提上去，可这可能吗？咱们这样练着，什么时候才能夺到宝剑呢？我看呐，既然是想提高功夫，就得找个高人给指点指点。可是师父又不在身边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位高人。我们学的是少林拳术，怎么可能再拜别人为师呢？就是。就你这样能认识高人呐？你，提高武功跟夺宝剑，那不是一个道理吗？三师兄说的没错，这样练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夺到宝剑呢？现在啊，就得想个非常的办法。哎，也不说拜哪个高人为师吧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让人家给指点一下，没准你们的功夫啊就蹭蹭蹭蹭的提高了。哎，再说这目的是好的嘛，就是师父知道了也不会反对啊，是不是？师兄们，你们说呢？哎呀，说什么说啊，就这么定了，我现在就去给你们请高人啊。这边师兄，高人请来了。大师，你给他们指点指点。二师兄，二师兄，快求求他吧，这可是位高人。怎么样，拜我为师吧？哎，也许啊，这人还真是个高人。他们不拜我，你拜我吧。他们不拜你，我也不敢拜你。再说我拜了也没用啊。你们不拜我也成，我就义务的给你们指导指导吧。哎，你不对不对。哎呀，你们的功夫太差了，该屈的不屈，该直的不直，没形没状，不行。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吧。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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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师兄，我怎么觉得他练的武功是我刚刚入门时候学的？你真以为他练的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功夫？最初级的功夫和最高级的功夫啊，往往有相似之处啊。师兄们，他的功夫到底怎么样？梅兄弟，我们这次出来，我们练功，你也该练练眼力吧。看见没有，就要像我这样练，这样练下去，要打那护剑长老绝对没问题。师父，你觉得你的功夫如何？那自然是天下第一，要不然我怎么做你们的师父啊？多谢前辈指教。各位师兄弟，咱们摆阵练功吧。好。
哎，你们怎么都这样啊？我说了半天都白说了呀！我哦，找到了吗？找了，找了几十家，可人家都说现在是乱世，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活，何况别人的孩子。要不，你替我养着。我，姑娘，你在开玩笑吧？我是养孩子的人吗？这离白云洞有多远？不远，就在前面。你去休息吧。是，姑娘。谢月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谢谢你。趁魔你没醒，快走吧。走。先睡吧，啊。我知道师父的苦心了。咱们在没出来之前，只知道江湖大，可不知道江湖有多大；只知道世道乱，可不知道世道到底有多乱，更不知道自己的功夫如何。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比自己强，但是这一次，咱们知道了自己的不行，也看到了高人的能耐。人贵有自知，这一次，咱们总算知道了自己的分量了，这是个进步。所以，大家完全不必因此困惑。嗯，人贵有自知，咱们可不能像那个山羊胡子那样。对自己连个正确评价都没有。武功低的时候不要气馁，武功高强的时候不要骄傲，这是咱们得到的启示。半夜三更的，他们什么时候摸到洞里去了？咱们竟然被老和尚退出七丈院，比前几次还远了许多。难道咱们的功夫退后了吗？难道咱们老了？他们一样老，凭什么他们的功夫在进步，我们的在退后呢？你笑什么？我是笑你糊涂。大半夜的，你们偷偷的摸进洞去，想偷出那把菩提剑。几个和尚给你们警告，把你们推出去七丈远，你们竟然一点察觉都没有。你以为这贼就这么好做吗？啊？
我是霍家长老，我有菩提剑，谁把我打赢了，剑就是他的。这个疯子原本并不疯，他是齐王手下的一个小武官，为人规规矩矩的，只为混口饭吃。可这样还是得罪了上司，因为被上司陷害，他全家几十口都被杀了。疯子知道斗不过狄家，就想得到菩提剑再去报仇。就这样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这菩提剑没得到，仇也没报，人倒疯了。这一次可伤得不轻啊。铁蜈蚣是因为家里太穷了，为了有口饭吃，就当上了土匪，结果被通缉了，躲来躲去的竟然没地方躲了。他知道菩提剑在这里，就一心想得到这菩提剑。他来了这里十几年了，这十几年里他父母亲都饿死了，哎，他也断了做土匪的念想，反倒一心想得到菩提剑了。何时才能得到这把菩提剑？何时才能报仇雪恨呢？雷公公是个武林人士，哎，逢此乱世，谁不想当皇帝啊？争来争去的，结果害苦了百姓，雷公公一家人全都被杀害了。老天，你睁睁眼吧！这雷公公他就想得到这把菩提剑，凭借这把菩提剑称霸江湖，好再不让人欺负。原来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如此凄凉的故事。那前辈您呢？我，我的故事吧，说不得，说不得，说不得，说来听听也无妨嘛。哎，除非你们正式拜我为师，我才能把我的秘密讲出来。哎，如此说来，咱们出家人啊，无牵无挂的，反倒不知比他们幸运多少。昨夜听了前辈的故事，我想了一宿。有一句话叫欲求而不得，看着这些来夺剑的人，疯的疯了，没有疯的也进入了魔状，我想咱们要引以为戒。这些天来咱们为了夺剑急于练习武功，反倒荒废了经文，弄得心里浮躁不安，这样下去咱们也会走火入魔的。所以为了克服浮躁之气，咱们先把夺剑的事放下，也先把武功放在一边，静下心来修身养性，等什么时候心静如水了，咱们再来练功夺剑。嗯，有道理。念经念经，我最怕和尚念经。那你们先念着，我去给你们准备吃的啊。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薛姑娘，怎么见了我就想跑啊？西月是谁？我没说什么西月啊。
没有被老虎吃掉还能活下来，算你们命大。姑娘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莲心姑娘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把它吃了。我不饿了，要饿你先吃吧。不吃我就杀了你。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，你想不想夺到菩提剑？我不懂你说的话。你们跟护剑长老交手，不是已经败下阵来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教你一个好办法，保管你们夺到宝剑。你能有什么好办法？我才不学你的武功呢。再说，我们夺不夺宝剑，根本就不关你的事。你学也得学，不学也得学。你再动，不出七天，你就必死无疑。你在饭里下了毒？是剧毒。你要是再动的话，身子会一点一点烂掉，到时候你全身不能动，你就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是帮你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学不学？学。梅兄弟，哎，梅兄弟，这几日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？身体不舒服啊？没有，你们练完了，那就赶紧吃饭吧。嗯，自家兄弟，如果有什么事，一定要跟我说说。没事儿。我是来告诉你，我不练你的邪功了。你敢？女魔头，我知道你让我练功夫肯定是没安好心。我不干，我死也不干。你不干还来干什么？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怕死。其实我想出这样的办法，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好意。你们救了我的命，又为了挽救我做了那么多事情，我现在想想有点后悔。我是真的想帮你们，但是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个办法。你说的是真是假？其实我心里早就后悔了，但是要去除我心里的心魔不是一时可以做到的。想想我过去的生活，我真的很后悔。我真的想帮助你们赎回我过去的罪过。我才不信呢，你给我吃了毒药，你就是没安好心。我是有心将你一把，
要不然我可以自己去夺剑呢，要不然就把你杀了，何苦到这里来呢？要是你不相信我的话，看着我死了，大概就会信了吧。你哭了？别哭啊，别哭啊。干什么你？哎，是咸的，哎，真的是眼泪啊。你也会哭啊？你师父要你们来夺剑，对不对？战胜那几位长老就达到目的了，对不对？以你们兄弟现在的功夫，想拿到宝剑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。要知道现在那么多人对这把宝剑虎视眈眈，哼，剑被别人夺走了，你们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现在正是你立功的好机会，只要你在关键的时候出手夺得宝剑，对于寺里来说，你就是有功之人。等等等等，等等等等，哎，你们不要紧张，进洞去告诉那个老和尚，就说你们的师傅是我，谅他们听了我的大名，争着求着会把菩提剑给你们，啊，行了。二师兄，越是往里走，我越觉得没有取胜的把握。大家为切磋功夫而来，败也无妨。大家要心如止水，就把得失看得太重。哎，兄弟，啊，你不舒服？没有。虽然几位师伯武功高强，但为人和气，你也不必紧张，守规矩就好。啊，来者可是少林弟子？弟子慧元。慧石。慧奴。慧人。慧空。还有我梅兄弟。你们六个此番进洞又是为何事而来？弟子奉师父之命，为切磋功夫而来。切磋功夫，甚好。那么，动手吧。前辈，弟子得罪了。摆阵。没事吧？啊！再冲一次！
你们可以进去了。嘿，山羊胡子，你又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啊，干什么呢？我正要找你们呢，你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？赶紧走吧，没戏了。宝剑已经被人夺走了。谁夺走了？什么时候夺走的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快说。你们的功夫确实是比上次有点长进。放开，放开我才能告诉你，菩提剑被我徒弟夺走了。什么？我们夺了这么多年的宝剑，竟然被你的徒弟夺走了？风信泽，你笑什么？他一贯说话颠三倒四，搞不清现实还是做梦。我看真正的疯子是他，你们怎么就相信他的话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说，你要不说，我就用这副蜈蚣爪抓死你。剑还在，好端端的在洞里呢。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？都是真的。剑还在，我弟子正在洞内夺剑呢。山羊胡子，你也快疯了。你要是能疯疯癫癫活到没有人能活到的岁数，可怎么办呢？谁是你的弟子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那几个和尚都是我弟子，是我亲手教出来的。呸！那几个和尚是少林寺来的，几时成了你的徒弟啊？就是嘛。奇怪，护剑的是少林派的长老，夺剑的也是少林寺弟子。按理说，小的一来，老的把剑交给小的手里就成了，干嘛要杀来杀去的，夺来夺去？一定是他们起内讧了。嗨，你们等着瞧吧，我那几个徒弟一定能把菩提剑夺到手。Thank you.
现在正是你立功的好机会，只要你在关键的时候出手夺得宝剑，对于寺里来说你就是有功之人。他进去偷剑，他用的是催死功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林兄弟，怎么回事？我。你既然是少林方丈身边的人，怎么学的如此邪门的功夫啊？我。你们朝夕跟他相处，怎么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？梅兄弟，快说到底怎么回事。各位师兄，咱们既然是来夺剑，那只要能夺得剑便是胜利，对不对？又何必在乎我用的是什么功夫，用的什么招数？很明显是打不过我，心里害怕。你用什么功夫来夺剑都可以，可你练的这一招是于人于己都无好处的邪功夫，还振振有词，实不可恕。赶他们出去。六十五步，他们的功夫也退步了。这次足足比上次远了五步，走。梅兄弟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我饶不了你。梅兄弟，怎么了？梅兄弟，梅兄弟。Yeah.
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。请看你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